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Mocchi from E-Starz。嗨，Hello， E-Starz朋友，你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部戏里面，你觉得你的角色有什么？哇，这是挑战越来越大了。那以前阿Beng呢，就是傻傻的 secure 啦。那今年呢，他也是一个傻傻的 secure， 不过他接到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年28华人嘛，就是塞拉他，然后准备过年了，迎接农历新年了。但阿Beng接到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韩国签一个名字。他本来是很简单，就有100万了。要找100万是不可能，因为阿Beng大家都知道他的人工只有800多块罢了，100万太多了，怎么知道？就是因为这100万呢，他为了这一笔钱呢，他搞到身边的朋友被绑架啦，妈妈又受害啦，朋友又被陷害啦，女朋友跟他吵架啦，就搞到很多很多的祸，所以阿Beng要经过重重的难关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觉得这次的电影会比之前的更好？肯定肯定肯定，因为我们拍这部电影之前呢，我们之前已经拍了很多电影了嘛，都有很多好的评语啦，当然也有很多批评的这评语。那其实我已经叫我的 staff 呢，我从来没有洗过所有批评的评语，我就把它全部拼出来，就整理了啊。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广告太过 hard sell 啊，就是那个 product placement 太过 hard sell 啊，然后剧情又不够紧凑啊，然后调色不够好啊，然后拍摄不够什么，我们就把它整理了之后，那这部呢，我们已经用到最先进的那个机器，还有那个 format 呢，已经是跟足 Hollywood 的那个 format， 然后在剧情方面，还有在 product placement 方面，已经有很大很大很大的改变。如果你看这部电影的话，你会觉得啊，终于听我们的话了。那谢谢大家的批评啦，因为很多时候人没有十全十美嘛，都是要大家的给的意见，我们才可以成长。因为始终无可否认，马来西亚电影才开始了几年，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学习。所以这部电影你应该不会很明显的看到任何牌子出现。那么你的自信的话，你破票房760万，你觉得？哦，这个是很大的压力，因为每一年正常来说，很多人说啊，今年的竞争很大。其实对于我来说，每一年的竞争都很大，因为近这几年我拍的都是贺岁电影，就算马来西亚的贺岁电影不多，国外的也是很多。但是我们曾经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阿Beng心想事成的时候，我们做了760万的这个票房，也很不可思议的把香港两部贺岁大片也打下来了，就是黄百鸣的还有曾志伟的也打下来。那我那时候不相信，因为我自己也是看他们的电影长大的，而且马来西亚是有开埠以来从来没有试过马来西亚的中文电影可以在贺岁档里面赢的，每次都讲曾志伟赢啊，成龙赢啊，周星驰赢啊，什么赢。而那一年赢了之后，我们就可能放松了一下，去年的票房不是很好，做了500多万，那也是马来西亚的冠军啊，500多万。你说它不好，这比起我之前的那个记录不好，其实已经很好了。对其他人来说，500多万已经很多了。那今年呢，我们综合了所有的意见之后，我相信在所有院线的那个口碑，还有刚刚媒体给我的一些意见，他们说啊，你真的看到你们有进步，而且真的很积极去改良自己的电影了。这部我会更有信心。我也答应了大家，只要我的票房，那其实做善事是我们每次都在做。我们现在跑的秀呢，就每一场去到哪里有空档，我们就去孤儿院啊，残障的东西，我们做很多很多很多，这我们都低调处理了。如果这部电影再破纪录的话，我会像阿兵那个心想事成这样子，再捐一笔钱出去给所需要的朋友。那最主要我要慰劳一下我整班 crew， 还有我整班演员，因为大家真的不计较戏份多与少。你会看到整部戏里面有40个演员出现，有些真的少了你会吓死啊！文康有演过吗？有啊，他就是那罗里斯基啊。啊，那谁谁谁有演吗？有啊有啊，就是我希望就是多一点人参与，那大家都不计较。好像我们跑了秀，我们跑了120场的秀，我只要算他一场只有500人的拉平均，因为我们有些去到几千人啊，在东马啊，在中那就很夸张。我们签名签到商场关门了，我们还在签。那谢谢大家的支持，因为我们真的很用心去和大家见面。个个都可以收工过年，得我边个要做恭喜？
100万，做唔做啊？做，我去韩国啊！韩国？哇，真系咁远啊！你是话边啲项目？由听日开始，你有一个礼拜嘅特训。特训？Come on, time.